作为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之一的藏医药学，发源于世界第三级青藏高原，3800多年来一直呵护着藏区人民的身心健康。藏医药承载着藏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是中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与各种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治疗各类疾病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医药学体系。岁月一千年，历经传承和洗礼的藏医药正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焕发出神秘夺目的光芒。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类享受现代文明福利的同时，也正面临着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健康威胁。健康始终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藏医理论认为，龙、赤巴、培根三大因素是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三种能量物质，也是引发疾病的三种因素。三阴平衡，人体健康；三阴紊乱，则人体患病。2015年，甘露海创始人丛玉先生在资金和科研团队的助力下，创立了甘露海品牌。南派藏医国宝级大师杨宝寿院长加盟后，结合传统藏医学整体医学观和现代科技制剂方法，通过甘露海院内制剂的复方组合，调整人体三阴，趋向平衡，从而激发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不仅能够促进身体疾病的改善或康复，同时能够帮助患者调整欲望和情绪，优化性格，最终达到身轻心安的健康状态，带来更加美好的人生。这便是甘露海的核心技术——三阴根本疗法。经过甘露海团队不断探索与临床验证，三阴根本疗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精神情志疾病、肝胆肠胃疾病、肾脏系统疾病、男科、妇科、睡眠障碍及健康调理九类疾病有着显著疗效。2019年，甘露海收购线下藏医院，成都武侯甘露海藏医院正式成立。2020年，为推动藏药科研，传承民族科学瑰宝，甘露海与武汉理工大学开始策划合作，成立重大疾病与健康研究中心，正式布局藏医药现代化新领域。同年获得互联网医院牌照，并迅速启动互联网诊疗服务，这标志着甘露海藏医药事业发展开启新篇章。2022年，眉山制剂中心动工建设，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化藏医药生产的标杆正式进入建设施工阶段，甘露海发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甘露海历经7年，打造出甘露海研究院、甘露海学院、甘露海线下藏医院、甘露海互联网医院、 GMP 标准制剂中心和原药材种植基地、智慧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六大业务板块，已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以藏医药学诊疗为基础、以科研创新为驱动、以可规模化发展为导向的医药健康全生态产业链集团。未来甘露海将围绕独创的三阴根本疗法、两家医院、六大业务板块、数字科技化运作九大优势病种诊疗服务及相关科研成果转化，并结合以杨宝寿院长为核心的名医专家团优势，以超越行业水准的佐塔炼制技术及独家院内制剂为特色的藏医药优势，以藏医药在线诊疗服务和智慧医疗场景化输出的科技优势，不断扩大服务生态圈，塑造品牌影响力，领跑行业专业学术高度，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更高层面的社会价值，为更多老百姓
谋扶持。身心兼治，病愈得物，乐享健康，是甘露海的宗旨，让天下人人乐享三阴平衡的身心健康，是每一个甘露海人正为之努力的方向。甘露海，做中华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开拓者和领跑者。